根本就我们为什么这四项快速开动？接下来这首是江江江江正统红，不是，看如从标题我就这样介绍，我就撕胎货啊，这张等下我给你们猜是我妈做还是我，有两张是我的，一张是我妈的，一看就知道这是第一张，这是第二张，这是第三张。好了，给大家拆好了。然后现在先介绍我第一张，不是快拿这张，随便抽一张。一棵树，然后 OK 便利商店。哎，再考虑好大家，这里面有一张，有一个东西不对劲，究竟是什么呢？三二一，就是草莓，草莓不会长在树上，我故意贴的。太阳，然后 OK 便利商店，我上面写 OK， 给大家近看一次。OK， 看到了。OK， 然后右边有向日葵，不是我方向，对不起，向日葵。然后下面有草，这张是谁的呢？三、二、一，就是我的。下一张这个，你答对多少题？在下面留言哦。这是向日葵，拜托留个言，拜托留个言。然后这是房子，然后太阳，太阳。红萝卜，红萝卜，这一张就是谁做的？那就是我妈的。下一张，二张最随便的，不用看，一个蛋糕，满天星，小黑碎片，然后最后两边随便贴一个爱心，哎，就是这样。今天的没拍到果，哎 ，OK， 这个场景比较好看一些哈。我想也是啦，还有我的后面。还记得我第一集那个张小猪的那个吗？张小猪的那一集影片就是我的第一集影片，还有川流瀑布，没看的朋友一定要去。中间你有发现焦砂蛋化吗？有的话记得在下面留言告诉我。你有看过的话也记得帮我按个喜欢，那一集每一集都按喜欢啊，订阅按一次就好了，还要按一次小铃铛。好了，想的世界三角形，然后这个题目比较宽。上面强世界，那今天的月强肉就先到这，下次再见，拜拜。强世界总是要些所见所闻，像是用简单的介绍，你刚有看到那一瞬间的光吗？像是今天这种简单的，有的像这个的介绍，有兴趣的听话订阅我的频道，参加我第一手影片资讯。也非常重要的，希望叔叔不是这一张啊。好啦，那今天又想就先到这边告一段落。今天幸运就是你家里有人会弹这个乌克丽丽，我的吉他的朋友吉他我不会弹啊，我会弹这个。没弹。好啦，接下来就需要压了，没办法。那影片就先到这里喽，下次再见，拜拜，下次哦，开玩笑的。